提起哈士奇，很多人都是先笑为敬。这家伙蠢萌逗比，画风清奇，就算是和小宝宝在一起，他们也能做出不靠谱的事情来。这张哈学着宝宝的样子大叫，听到这哀怨的叫声，就知道这家伙有多嫌弃小主人了。冲着让二哈陪伴小宝宝睡午觉，二哈兴奋地跳上婴儿床，倒头就睡。没过一会儿，主人就听见家里没动静了，打开房门一看，眼前的一切让人哭笑不得。哈士奇和小婴儿在梦中沉睡，只是这睡姿，把小宝宝放在床边上，真的好吗？这家的宝宝十分喜欢自家的狗子，不停地凑到面前撩二哈。然而万万没想到，二哈十分不乐意。每当宝宝凑过来的时候，他就把身体挪到一边，对宝宝的讨好弃之如敝履，这一幕把主人给乐坏了。这家伙是怕被人碰瓷儿吗？